再来，咱来看路西亚总统普京要来竞出连任。不过，在普京的竞选总部，却是出现一个军人硬牵手，大声抗议，讲战争警告单要唔收煞。而且，佫问讲，到底当时普京才会下令，让因红塞会当为乌克兰的前线，赶紧转来伊的粉丝边。普京的竞选总部内底记者围坐一列，离伊可爱的中心，达玩家甲真激动。俄战争特别满两冬，为了补充前线士兵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22年九月宣布实施军事动员令，动员后备军人去前线作战。当地20有士兵的家后，安德烈娃去普京在莫斯科的竞选总部抗议，而且当场写批要问普京，什么时阵会阁颁发命令，予伊红塞倒转来。工作人员可肯安德烈娃爱替打咧乌克兰前线士兵祈祷，因为因在保卫国家。听到这个话，让安德烈娃的情绪是更加激动。А я что обратно получу? Что я обратно получу? Безногого, безрукого, больного, больного. А вы не знаете, что там происходит? 俄罗斯为发出动员令了后，才后备军人的家后，就家己造成一个争取和红塞，赶紧为前线倒转来团体，后面做回家之路，嘛显示出俄罗斯士兵的家属对战争目前的发展落去，感觉生气和绝望。结合社区北韩，北韩外长崔善姬结束访问俄罗斯的行程了后，北韩官方媒体日益报道，俄罗斯对北韩支援乌克兰军事行动表达感谢，佮讲双方拢有意愿加深战略的合作。普京毛意愿去北韩访问，北韩嘛讲俄罗斯佮北韩的合作拢符合联合国宪章佮国际法，但是真正去访问，嘛是普京24年来头一届访问北韩。国际新闻台是董平英。